保健室的慧英姐姐。我们每个女孩的身体中都会有两个卵巢，从女孩青春期开始，两个卵巢工厂每个月都会轮流排出一个卵子，而卵子从卵巢工厂出来后便展开它的冒险旅程。在旅程中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哇哦，嘿嘿。被送往了输卵管，最后就来到了子宫，掉在舒服的床上。这张床叫子宫内膜，就是为了让卵子可以安全到达，特别建造的呢。小卵子以及子宫内膜随着地震摇晃会慢慢掉落，就形成了月经哦。